好啦，行到啲贵嘅呢两日，咁啊 walking 过嚟呢边冇咁贵嘅，睇下又点。一出嚟对面马路就系佢个镇中心嚟嘅 walking 郁金呢个地方叫做。呢边是麦当劳，跟住就肯德基，跟住呢度有嗱嗰啲铺头，不过仲未到 High Street， 未到高街，要行过去睇下高街喺附近边度。四房嘅屋都900万啊！一层层嗰啲145万，两房375万一层单位，275万一层单位，好啦，好少嘅，最平嘅呢间啊，喺边嘅？半獨樓屋，唔知排屋定係半獨樓屋嘅邊嗰個位，400万。半獨呢個575万，好似係獨樓屋嚟。其他嗰啲都成1000万，250万就係啲一房嘅單位，200几万嗰啲係咪一房單位？201就有。呢邊就係步行街啦。成條街都係啲餐廳嚟嘅，冇乜公司，冇乜大公司，即係都係餐廳，坐喺度食嘢，坐喺度 hea 啊，飲嘢嗰啲。步行街車唔入得，嗰個 Victoria Place 可能係商場嚟嘅，一陣先睇。550万半獨立，呢、這個半獨立屋340万。就在这条街附近而已，这些价钱叫做近一点，就没争那么远。这里550万半独立，700万独立屋连花园，205万应该就看落似apartment嚟嘅，375万半。这个 Victoria Place 是个商场，咁入边都系一间一间铺头。呢个广场 ，Summer in the Square， 夏天嘅广场，俾啲人喺度玩。银行啊，巴克莱银行。呢间。似是教堂啊，大大间。今次未见到有汇丰银行，楼价咧好似接近 Sutton， 比 Sutton 平少少，但系睇落就 Sutton 好啲啦。有啦，睇到名啦，叫基督堂，九龙同窝打老道都有个基督堂。行翻出去先，睇下仲有边度行。呢边啊系咁多嘢嘅啫。行翻汇丰嗰边，唔系行翻麦当劳嗰边啊。汇丰未见到。一行即系转弯就有 Lloyds Bank， 跟住对面邮政局，即系就喺百货公司转出嚟嘅。好奇怪啊！第二度我哋两间银行系打对面嘅，呢间呢度都未见到。Halifax。
因為有間好大間嘅 Boots 藥妝店同 BB 衫、BB 用品，呢個好大間嘅。有個雕塑。雕塑喺度晒太阳，今日廿六度啫，晒下啦吓。我去对面地产又望下咩料先。對面又是一間超大間的瑪莎食品，這裡火車的路軌，這裡地產，地產都掛國旗，真是愛國了。 So 1350萬，1400多萬，1800萬，3000萬，這些大日本餐廳啊，呢度路口有一間，有個大郵箱，紅色啊，裏面有一座建築物，唔知係咩嚟，好大座。有商場 ，Walking Local。剛才下車見到大肥佬站在這裡，到現在都還站在這裡。火車站對面雕塑來的，剛才沒有看清楚，前面就是麥當勞了。不如沒有了，這裡就這麼多東西走而已，不用看，整個 Surrey 的樓價都是這麼高的。我們這批比較遲來，人家一早買了，你想買都貴了。